个人的领导力和才能受到大家的关注与尊重，为社会医疗及慈善机构筹集资金，但可能因为对金钱的态度过于理想化而受到质疑和挑战，从而导致自己缺乏物质安全感。月亮进入处女座，与天王星、冥王星及水星形成135度相位，对秩序架构要求严格，但可能又让自己的个性受到挫折。月亮与金星的三分相则带来和谐稳定的情绪和人际关系，太阳和火星的四分相则可能让人不得不参与到一些冲突中，从而为自我追求和发展带来压力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